这个买多久了？怎么加的？你帮别人的？对，他给我拿过来问一下，看可不可以搞。可不可以搞？他这个是也是这个牌子是劳力士的哈。嗯。你之前在我这修什么表？修了浪琴。浪琴的。嗯，浪琴的是在隔壁是吧？对。这个圈圈掉的。嗯。这个圈圈掉了，这个可不好配，我跟你说。哦。嗯。就是不见了，还有机油，可能机油。这个还有是表盘还是绿盘的，这个表还有点进水，对。这个死针、昏针啊都氧化了，腐蚀的，进水，要进水的话，说明这个表啊，这个表有点不对啊，是你自己买的，不是，陈家的，朋友的。是吧？我说我那个表那个保养了，他说你有人过去的话，我去看一下，看能不能搞。这个别搞了，你跟他说一下。这不是真家伙是吧？这不是真家伙，你都能看出来不是真家伙。我不知道，他说人家给也是人家给他的，他说好像不是真的那个。你朋友还也是别人送给他的。对，我想到人家送个笔，不可能送个真笔给他是吧？你又不是懂行当年懂。那你想法也是对的。你那朋友的看你的朋友他是做什么的？对。现在劳力士不是随便能送的。对。虽然说有点原因，但原因不是很大。人家跟他说也是这个假表，拿给你戴。这边这个是一个高仿的。高仿的是吧？对。但是他戴了很多年，但是过后面都还是很不错。他一般有的看不出来的。对，这个笔很真，很真啊。对，他时间什么比我这个还准。他是拿来弄搞，这个扣也有点问题。对，这个表扣也有点问题，没必要搞，不是说值不值的问题。你在我们这，我们不修假表。对，没事了没事了。这个扣不好扣啊。没事没事。没事啊。没事。看这个位格表带，刚开始你不注意看这些表带，刚开始看的挺好的。然后仔细一看，完了这个表就是假表，高仿的。是我感觉我拿我这个弄钱就说1万多块钱跟这个拿一拿，感觉我这个感觉还好。工资就说跟我两个放，你这个是想想，我这个是各种加十来万多块钱，我就没跟他换嘛。那你不能给他换了。对，是我妹夫的。你妹夫的。对。哦。人家给他的。那个浪琴。对。浪琴康卡斯。对。系列的。对。那1万多啊。对，这对面买他妈光棍买的嘛。你妹夫的，我也是。那别修了，我这边也不修这假表啊。确实要真假，如果是真家伙，真的话，那你值得修。对，值得修，那就是假家伙，你修来干什么来是吧？是啊，你这个你要是假表就没意义修，你找个街边的修或者街边的。找个街边的，对对。像那个网上也有那些陶瓷片，偏那买个两三百块钱，那个陶瓷片放放就行。对，你说的对啊，好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